牵挂，在遗忘梦境中找现在的家。跨过千丝白发，跨过岁月的流转，在年少记忆里找现在的他。曾经沉淀的过往，泪眼的沸腾蒸发，才发现这思念已经淡忘。我该层层隐瞒记忆中所有等待，也才发现竟不是你我未来。你别烦恼啦，叫我来也袂烦恼啦。啊，拄只去同村的是安怎讲？伊讲爱念尿啦。唔爱，这都奇啊咧，有心甲无心，甲尿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哪着搁念尿？这着爱看巴肚的，尿内底也无囡仔伫个啊，念尿我哪会知啦？阿达咧。阿母啊，啥物代志？无啊，你是安怎咧？戆心戆心。无安怎好咯？你无我有，遐济。哎，阿达啦，平日哦对福气是真好，你知无？万人拢唔免偌操心。福气若要穿什么衫，啊平日就甲配什么裤。我看因两个真哩相好，一定是有啊哦。哎，我想讲较早吼，有你的时阵，我嘛安尼无张持，平日就倒落呢，啊变起来就有啊咧。一平，多水。平，有没有好一点？好多了。你生病了，要好好休息啊。你喜欢到海边去散步，等你身体好了，我再带你去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吓到你了、哦。我是看你高兴我才拍手嘛。哎，请问一下，阿华在不在？在那边。哦，哦，谢谢啊。先给你五千定金，事成之后，我再给你一万，好不好？他什么时候来啊？等一下我就带他来。可是
我会怕怕的。哎呦，你惊什么惊啦？又不是牵六合彩，怕共辜啊？我跟你说，人要是走运了，天都会掉钱下来给你啊。好了好了，好，我等他了。好。这条算唔对啊啦！哎，走开去啊！我算啦。爸，爸，我啊，你是安怎甲咱插得安尼难避避的啦？你钱准备好未啦？啊，人咧啦，放心啦。爸，你到时莫让惊着呢，迄惊着若走去，我都麻烦啊呢。我要搁找着找我。爸，迄个好无？看无？等下你落去，啊，无你看到我会着钱惊。是吗？你是厦门来啊？不是不是，不是，我去过厦门，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厦门人。我是鹿港人啦，也许口音跟厦门有一点一样。好啦，鹿港人就你去鹿港人俩。你讲你是鹿港人啊？啊，伊当然嘛唔敢承认。阿姨，这啥来承认哦？你报警来个抓哦，啊，都去了了嘞。要不锁了咩子啊？啊，锁了唔较简单。哎呀，一百万啊，一百万摕来，我唔知有法度甲你讲后无。啊，一百万！啊，你要开何谁人？何谁？互恁的好兄弟啦，何谁？啊，谁来付一百万？要着对你讨无钱，唔着对我讨。哎，啊！你是啥物原因来付一百万？哎，无一定恁丈人囝婿哦，唔知你变啥鬼啊？哪有变啥物鬼啦？无理由，阁是啥物弱点，互恁囝婿抓着？哈？啊，无闲咧，骗你理由，甲你讨一百万？你老实讲啊，你最近会可以酒驾啊？吼，会可以摕你旧爱抓着无？哈？摕你胖胖啊？啊是安那？你讲啊？你啥物理由来讨一百万？无啦，我无啦。我真唔信哦。好心的，你莫乌白想好唔？嗯，我乌白想，你才是乌白想啦！规暗仔平来平去，困袂去，唔知你想啥货呢？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要都安尼啦。那怎么办呢？福气跟丽萍现在两个感情正好，哎呀，万一大陆的男朋友要来的话，不行啊！阿丹啦，你想办法解决呢，赶快想办法呀！那还无，我那有咧想。爸，爸，哈哈，阿妹困了。哎，爸，爸，那个人你看到没有？有啦有啦。啊，看到了，慢你慢你啊。可以了。哦，哎，今晚未三点半，我来跟人家问哈。不，潘氏，看花园啊。你走啊！阿达啦，你先来确定讲，你所看迄人就是丽萍大学的男朋友。啊，对哦，我哪会想到？你唔通亲像戆人啦，搁迄死囡仔给你骗去啦。我上袂啦。嗯，恁查囝都叫我骗去啊，你敢着袂？阿英啊，毋是恁查囝。哎，啊，敢不我甲别人生的哟？啊，阿英啊，叫我骗去，嘛是你做主的。啊，唔对，唔对。阿达啦，侄子啊，侄子来。什么事啊？我爸来了，正找你。哎，阿姐啊，我问你啊，你上个找的人？你确定他要回厦门吗？是啊，
我亲眼看他上船的。他回去了。好，上车上车，我再来看卖嘞。是不是一万块？对，好，我们照约定，你去跟老板请假，回宜兰好好的玩三天。好，好。哎，怎么样？十分钟之内你一定要离开，要不然我们两个就穿帮了。没问题。好。不能走。那个叫阿华的人到哪去啊？师傅，那个阿华到哪里去了？他回鹿港去了。回鹿港去了？是啊。廖伯伯，你看到的那个人一定不是丽萍大陆的男朋友。一定是他了，他怕我去报警，所以逃跑了。那就奇怪了，我送他走的时候，明他还看到了。明堂还醉得要打他呢。来，一个一个报上花名来。叫秋如。好。你呢？我叫乔安。嗯，好听。嗯，赏你。姐，我叫秋菊。秋菊，给你。啊，丽丽来。啊，你都忘记我了。记得记得，我怎么会忘记？你是我心肝宝贝呢。哎，嗯，听得好，听得好，来，给三千，三千。来。辛辛苦苦打拼赚钱哦，嘛唔敢讲像你安尼咧做皇帝。恁爸当时来这里恁的时候，是安尼相家欠命，无像你安讨债害啦。哦，当时啊，你的将拢放别车啊，你讲你要只讨债哩？爸，那是你家己讲啊，啊你辛苦赚钱袂晓享受，世间哦，你种人上爱颓，你知唔知？嗯。啊，家己会晓赚钱，也袂晓开，对不对？啊，敢讲阿爸？哎，来来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下。这是阮丈人爸廖头家啊，咱三弟厝的好家人嘞。我跟你讲，你若要治小运哦，赶紧来来来，快，甲苏老弟，苏老弟，
先睡觉哈、哦，我下去，弹琴呐、啊。福气，还有什么事？你弹完了琴，会不会上来睡啊？这是你的房间呢、啊，为什么你不上来睡、啊？我弹琴弹累了，睡书房比较习惯呐、啊。一婷，你不要生气啦。我下去了哈。哼。想你，你快走吧，我求求你，你快走啊！我下了很大决心，冒了很大险，好不容易爬上来才可以见到你。丽君，你不可以这么做，这样子你不但毁了我，也害了你自己。你回厦门去，你不能留在这里，你不要让我替你担心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们今生无缘，我答应你，来世我一定做你的人。丽君，你走吧，好不好？龟孙子，混账的东西！你就会破坏我的好事。你要钱，老子可以分你一半了、啊。你太不够意思，太不够江湖道义了！啊！丽萍的男朋友不是来了吗？你何必急着把他赶走？啊！他本来就应该要走的。早走晚走有什么关系？我安排一个，让我老丈人看一眼就晚走一步，又怎么样？你挡我财路，
让我赚你钱花一花，我还找你呢！啊！呀！自从你把丽萍借回来给夫妻以后，我一毛钱都要不到，我看我连将来都保不住了。娶这丽萍还是你出了主意，现在都怪起我来了。这是我的主意没有错啊！你吃肉，我喝汤，我汤喝不到，我啃骨头，啊？难道你没有听说好汉不挡财路吗？我今天只是给你个小小教训，下次敢跟我作对，我就把你劈了，当柴烧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神经病啊！对啊，多谢你了。别担心，这个情况合理的。为什么？我的朋友不是坐你船到外山顶洲了吗？你的朋友，我的船出港靠不了，故意的跳下去走啊。跳船呢？回七龙去了，都不过都回来呢。可是他还没有离开啊，清楚我都不知道哎。李军有没有来找你？嗯，昨天晚上他来过这里。你们见了面了？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！你很久很久，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，送我回去。有没有做什么事了？没有。拜托，给你增添麻烦，抱歉。好，阿姐，来饮茶啦。好啊。多谢。阿九，再拜托你一次，好吗？啊，还偷客的船，你若讲好就好了。哎，阿姐啊，你若搁跳船哦，我是唔知影哦。不会啦，这一次是他自己要回去的。谢谢你，你还算是一条汉子。李军，这一次是你自己决定要走的，该不会又跳船了吧？
这个你再麻烦一次。 带你回去，好不好？福清，福清！福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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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是我们老家惠安在进洞房的时候所穿的传统服饰，在洞房花烛的时候要行房。行房的时候怎么样才可以做那个事啊？这什么事啊？生孩子吗？生孩子哦，好啊好啊，奶奶就是要你生孩子啊。Thank you.
好了没有？还有裤子。现在都在打拼的，打拼什么？要参加联考哦。哎呦，你比阮好嫁搁较戆哦，即马伫咧制作干阿孙啦。哎，水棍啊，闪来，你闪来，你闪来。穿安尼唔正唔壮，先我啦，这先我，先啦，傻老的啦，你是讲平的少？啦，啊平的先怎啦？你记都知啦，唉，了然有影。福气的是翁仔某呢，翁仔某无做迄个代志，阮也会生囝啦。你讲安尼对唔对？这是正正常的代志，你哪会不爱做啦？啊？平的啊，阿妈较早嘛捌做过查某囡仔，那这款的代志哦，我拢捌啦。遐你若有啥物问题哦，阿妈讲，哦。不是我的问题，你去问他，你去问他呀、啊！我都叫我刚问过了啦，你叫我来问你呢。是他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唔通气个安尼啦，啊，那是伊的问题哦，我过来甲问一撮，好、哦。三工啦，啊！若这个代志哦，都爱你家己去做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哦，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度人家己斗三工啦。啊，这个代志就哪像我生恁老爸，恁老爸生你同款啦。我不爱啦，不爱啦。哎呦，你不爱，我要哪做啊做啦？啊，无我叫你也做嘛。阿金嘛，阿母，你还熬早？熬早？日头晒到床啊，搁咧熬早？无，阿达来。哎，敢若去你办公室，甲村干事因咧开会啊？你跟我做阵来去，行。我啊，是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啊？来去三人入面再搁讲。阿母，我甲你看。阿免啦。
来，我那小心棺材，炸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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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母啊，阿母，你参详代志，你是要从啥？参详什么代志啦？阿母，你那代志，你炸你炸你炸！啊，你转去啦，转去啦，无代志啦，你那代志，你赶紧快！啊，啊，转转转转，紧炸紧炸，炸了炸了！哎，坐了再来讲，坐了再来讲。你嘛来，来啊坐，来啊坐，来啊坐。阿母啊！当时发生什么代志，恁来气喘喘啦？哎呦，讲到恁吼，敢那会晓生囝啦，未晓教囝。福气是安怎想？凊彩的代志哦，若未晓做，拢无要紧啦。啊，连这个代志也煞未晓做，但福气的大人大正啊咧。啊，这代志搁未晓做哦，都要等到当时才有通抱囝仔孙啦。阿母啊，你还讲啊哩哩啰啰，我来听有无？恁都讲较清楚咧。这个代志若讲清楚，就歹听啦。你食遮济话，家己想嘛知影，啊，就一定爱我这个老大人讲。嗯，安尼我嘛会歹势。哦，阿母啊，啊，你讲意思讲查甫甲查某？啊，好啊啦，讲伤济歹听啦。像阿母啊，这个代志是天生自然的代志，嘛唔免学，也嘛无需要人教。等我食到遮大汉啦，有啥物人来教我教？嗯，你较敖啊，你较早笑啊，十六岁就要当主家了。哎、欸，咱福气是故意囡仔呢，你无甲改变来晓？哎呀，母啊，咱福气含就是袂晓。哎，啊，若会晓，我就无再找你啦。我甲你交代哦，你一定爱甲伊教教会晓哦。年纪以前，我一定要抱囡仔孙，若无哦，一定放你煞。小姐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卖那个那种书啊？那种书什么书啊？就是那种书啊。那种书什么那种书？你讲清楚啊！说出来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。对对。啊，我懂，我懂，懂，我懂，我懂。这个。这箱很好哎，就是这本而已。这个有没有用啊？有什么用？你说有什么用？小姐啊，这个看了会不会生小孩啊？你年纪这么大了，生小孩还要看参考书啊？不是啊，不是我，是我的儿子啊。哦。跟他的太太这样两个人啊，要看参考的啦。这简单嘛，叫你儿子的太太啊，每一天晚上拿一朵玫瑰花插床头，不就好了吗？这样有效吗？有效啊。嗯，我看孩子不放心，拜托您多拿几种这种书啊，我拿回去给我的儿子去参考参考比较好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他弄表贵了，还是差一点。我的鬼婆走倒去，不啦，阿去嘛，阿都。福气爹，你做你走出去啦，啊你到底想你个家无？接啦。是啥物事啊？啊你眼睛看就知影啦。哈！要死我，你嫌老不修啦？今年食较贵啊，我买一罐出去看，我你做咩咩咩？你嘛听我鬼说一哩，我特别买一几罐出吼。我遐规身骨全老清，看你知毋？你提伊啦。我提，我看你要创啥？你哦是。当然，我是要叫你提伊哦，咱老起会看，唔是要叫你看呢。好起会看哦。是啦。
夫妻。福气，你为什么连跟我一起吃饭都要躲开，总是要等我吃完了你才来吃呢？福气，福气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，讨厌我？我有那么可怕吗？福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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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开门呢，福气。想要过。